前邓超接受某记者的采访，被问到最近这些年你的演技大爆发，这部《城市之光》也被看好，说你有可能凭借此片再拿影帝，你怎么看？邓超：我拍戏的初衷不是为了拿奖，但我希望我能站在那，希望方木可以站在领奖台上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喜欢我演过的每一个角色，可能天道酬勤吧，现在被更多人喜欢。有点遗憾的是工作时间过于长了，总想证明一下什么，我想以后还是多跟生活结合在一起，把工作变成生活的一部分。记者问现在对角色标准是不是越来越高，邓超：现在的我越来越随性，越来越忠实于自己的兴趣。我觉得演戏很像画画，一方面从细节材料上着手，另一方面也要推开它，从宏观的角度去看。从宏观的角度来说，表演的通道其实是相通的，有时候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这个过程非常爽，我太爱了，而且这个通道不仅我是打通。最后记者说：现在你和孙俪都是演戏担当，两口子在生活中会切磋吗？邓超则回答：哈哈，我们终于成了演技担当了，我们生活中很少谈戏，聊的都是孩子养生。最近孙俪在练太极，开始学中医，我很羡慕她。我在生活中很懒，求知欲都放在表演里了。